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大家发大财啊！欢迎收睇我嘅频道啊！大家肯定收咗大钱啊，赢大钱，赚大钱啊！记得订阅我个频道，点赞我影片，支持我个频道。敬请订阅，多谢支持。以下就系我个频道嘅连结，揿订阅，打开个钟仔，你就会收到我最新嘅影片通知噶啦。嗱，呢条片咧属于我个人嘅网志分享，就有关赚钱啊、赢钱啊、赛马资讯啊，同埋自己嘅心水马匹嘅。喺我頻道裏邊咧，有其他嘅播放清單啦，其中一個播放清單咧就係賽馬嘅，咁就可以俾大家重温一番我之前嘅所提供嘅心水馬匹嘅影片，喺下面呢條片下面嘅說明欄嗰度咧，可以揾到個連結噶啦。咁啊，喺講嚟緊賽事之前咧，我想回顧翻，同大家回顧翻啦，上一次賽馬日嘅2月16號沙田馬場嘅10場賽事，我俾嘅心水馬匹啦。咁啊，同大家重温翻。咁啊，最主要集中喺我貼中嘅第五場啦。第五場咁啊，我提供3/1、3號、1號、7號、11號、4號、9號啦，咁啊，咁佢跑出嚟嘅就7號、1號、4號、6號啦。咁啊，若果有睇我片嘅朋友咧，買中714嘅話咧，咁啊，三重彩都派10136，啊派10136。咁條單 T 嘅話咧就1050蚊，啊，咁條 Q 就116蚊。咁其次最第10場又貼中咗一隻懶噶啦，就獨贏都派308蚊，咁啊連贏就派366.5嘅。咁啊，如果想重温翻嘅話咧，可以喺下面嘅連結嗰度睇翻我之前提供嘅心水馬匹影片啦。咁好啦，事不宜遲，咁啊，而家同大家講一講每一場2月19號每一場嘅心水馬匹分享俾大家。咁好啦，2月19號星期三就夜馬跑8場，啊，咁喺沙田跑嘅，全部跑泥地，咁啊，大家留意下啦。如果有興趣嘅，咁就留意下六寶獎嗰度有多寶獎金，大概接近200萬嘅多寶獎金。好，第一場。第一場就泥地1200米，就5班馬跑嘅，總共12隻馬跑啦。咁我嘅心水馬匹呢，就係6號、9號、12號同埋3號，6、9、12、3號。第二場泥地1650米，咁有14隻馬跑。咁啊，我嘅心水馬匹呢，就係10號、9號同埋2號嘅。10號、9號、2號、19、2。好，第三場就又係泥地，就1200米，就第4班馬跑，總共12隻馬跑。咁啊，我嘅心水馬匹分享呢，就係11號、6號、7號同埋9號。11號、6號、7號同埋9號。第四場。就泥地1200米，第4班馬跑，總共12隻馬跑。咁我嘅心水馬匹分享俾大家呢，就係11號、9號、4號、11號、9號、4號。第五場。
就泥地賽，就1650米，就第四班馬跑。咁啊，總共14隻馬跑啦。咁我嘅心水馬匹呢，就係8號、9號、14號、11號、8號、9號、14號、11號、8號、9號、14號、11號，係我嘅心水馬匹。咁啊，嚟到第六場，第六場就泥地，就1200米，就第三班馬跑，總共12隻馬跑。咁我提供嘅心水馬匹呢，就係8號、11號、12號、7號、8號、11號、12號、7號、8號、11號、12號同埋7號。第七場就泥地，就1800米，總共就第三班馬跑，總共14隻馬跑。咁我嘅心水馬匹提供呢，就係5號、6號、13號同埋10號。5號、6號、13號同埋10號。5號、6號、13號同埋10號。好啦，嚟到最後一場，第八場泥地賽，就1200米，最高班馬噶啦，第二班馬，獎金咧派成210萬啊！咁啊，總共12隻馬跑。咁我提供嘅心水馬匹咧，我分享嘅心水馬匹咧就係4號、5號、8號、12號、4號。5號、8號、12號、4號、5號、8號、12號。好啦，以上就係我對2月19號星期三夜馬沙田賽事總共8場賽事嘅心水馬匹分享。呢一條影片係屬於我個人網誌分享。咁啊，若果鍾意呢條影片嘅朋友喺下面點讚。咁啊，敬請訂閱我個頻道。多謝收睇，多謝支持。呢條影片嚟到呢度，下一條影片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